快点，来两根饼。加蛋加肠上啊！干啥呢？怎么了？你说打开的车你？你喊什么？你说给我下来！我操你！快！别碰我！你他妈不是？怎么着？警察上场。我操！ 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这个小手术盒，紧紧收下。<笑>以后这就是家了。平白无故带个傻子回来，他帮过我。 他有困难了，我必搞不好带他杀孩子回来。脑子有问题，你得加来干啥？我不能丢下欣然不管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你不管！就咱们俩家，你搞什么你？我是爱欣然，如果他好不了的话，那我就一直伺候他。那欣然火了，真给媳妇儿不能要。你们好好照顾欣然啊。 受了刺激，神志不清，连亲人都不认识。我看他对你有感觉。吴小姐以前帮过我，现在他有难了，这点忙我能不帮吗？以后这就是家了。平白无故带个傻子回来，他是我恩人，他有困难了我必须得帮他。哎，对，这说明他的思维已经好转了。结婚。对，咱们结婚。 自从他进了咱家，一分钱不挣了，光找麻烦了。这个媳妇儿不能要了。他现在只有我了，无论如何，我是不会抛弃欣然的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。 瓶子里装的什么呀？嗨，这地荒的厉害，去年拔草累得我这老腰疼了好几天，今年我提前用农药杀草，省得到时候挨累。连石，大哥嫂子，快来帮忙啊！我家猪跑了，快去吧。快去看看。欣然，那待会儿啊，别乱跑啊。
到了那边，跟人家好好说啊，介绍一下咱家的情况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家死活不让留他了。啊，那你那小侄子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他马上就出院了。这只不过是个意外而已，欣然他又不是故意的，以后你多看着他点不就行了？我嫂子她娘家人过来闹了，她说欣然不走，她就跟我哥离婚。他们家是我们村有名的刺头，要是不应着他们呀，他们什么事儿都干不出来。何必和一个病人一般见识呢？哎，他是不是想要钱呢？要钱的话，我们给。这不是，是我跟欣然，我们俩没有领结婚证。我想留他吧，我心里都没有底气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我留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哎呀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我要上班，新月还要上大学。都没时间照顾他。喂，何律师啊？啊，找到新证据了。好，我马上到。连石啊，他爸的案子有转机了，我出去一下，你在这等着啊，晚上吃饭。林师哥，我还有一些功课要做，你过来陪陪我姐。姐，跟林师哥待会儿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再来一口。我回来了。呀，阿姨，您这么高兴啊？妈，是爸爸的案子有转机了吗？对，律师说找到新证据了，应该能证明你爸无罪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那你们一家人又能团聚了。欣然又多了个人照顾，没准能恢复得更快些。没那么快，律师说案子完结至少还要几个月。哦。这样啊，欣然，你先在家住几天，我过几天过来看你。嗯，德川，德川，欣然，我发誓，我一定回来接你的。现在只是暂时的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。阿姨。心月，你们好好照顾欣然啊！我走了。哎，莲石啊，那你不留下来吃饭呢？姐，姐夫不是说了吗？让你先在家待几天，他过两天就回来接你啊。莲石，慢走啊。德川，没想到吧，妈，人家又把我姐给送回来了。你呀，算计错了吧？还过几天再接回去，说得好听，肯定跟张德川一样无影无踪了。哼，男人都一个德行。你懂什么呀，小丫头片子。放心吧，他肯定还会回来的。
吴小姐，这个您一定得收下了，真的。您要是不收的话，回去他们会收拾我的。收下吧。那好吧，我收下了，代我谢谢兄弟们。学我啊，弯腰，弯腰。老二，老二，快起快起！干啥呀？你舅妈来信儿了，让你下午去他们村相对象去。我不去，爱谁去谁去，我不去。你可不能不去啊！妈要重新张罗着给你找个对象，这是妈的心病。只要你成了家，就算让妈死，妈也安心了。老二啊，你就让妈省省心去相看相看啊。欣然走了，妈知道你想的。可咱家这情况你也知道，你爸妈没什么文化，没本事，就这么一辈子紧紧巴巴的，也没能给你个好家，是爸妈对不起你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爸妈不求别的，住不住好房子不要紧，将来你养不养活我们也不要紧，只要我们能动一天，我们就不给你添麻烦，我们就寻思着让你有个家，有个女人能给你做口热饭吃，再给你生个孩子，哪怕丑点笨点都没关系，爸妈就这么点心愿，就是想让你成个家。老二，你可不能给妈打一辈子光棍。妈，好好好，我不打光棍，我生一堆娃，让他们给你还有爸养老。妈跟你说正经话呢，儿子，别再想着欣然了，欣然事儿已经过去了，他不是个健全人。不能给你幸福，你得往前看，知道吗？妈，我不想了，我想通了，咱们村里人就得找村里人，实在，我去见人家。姑娘叫大巧，一会儿人来了，不要提人家过去。也不要提你和欣然的事儿，对人姑娘客气点，记住了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快起来。来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大巧。啊，哦，你们年轻人唠吧，我跟舅妈出去啊。你炕上坐。哎。我的情况大娘都跟你说了吧，我生过一个孩子也没落下，我男人去煤矿干活出事儿了，矿上赔了30万，我和公婆差不多对半分了。啊，老舅妈都跟我说了，我呢我没多大本事，也没多少钱，平时在家种地，农闲的时候去外面工地上打工，最近我在柳编厂
接了个活也是因为家里忙，时干时不干的。我看的也不是钱，最重要的还是能理解我、包容我。本来没了孩子，我应该能完全重新开始的，可是公婆对我跟亲闺女似的，我也不愿意离家里远了，就想在周围的村里找一家，有时间就能回去看看老人。我就想找个本分的，别走什么歪门邪道就行。这你放心，我不打人也不骂人，我笨，天生对耍钱就不开窍，更不用说什么歪门邪道了。真的，我就这一个要求，让我常见见公婆，每年买点衣服鞋啥的，万一老人身体有点啥毛病，我必须得过去帮忙照顾。我希望我将来的男人能尊重我这个要求。尊重，肯定尊重。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女人？我对外表没什么要求，丑点俊点都无所谓。只要别嫌我穷，别嫌我笨，别天天给我叨叨钱那点事儿，还能孝敬我爸妈就行。这都是应该的。大乔，那你打算要多少彩礼？彩礼不用，我都这个岁数了，还要什么彩礼呀？关键还是看人。大乔，我今年刚结了一次婚，虽说我们俩没有夫妻之实，但是这一年不能二次，得明年。我都听说了，那没啥。其实今年我也不行，得等明年他满一周年的才可以。这么说，你同意了？看来唠得还行哈，你当我没头苍蝇啊？都事先研究好了才搭的线，他俩对脾气，十有八九能成。那感情好。以后这就是家了，饿了吧？先吃点水果，一会儿就吃饭。德川。你认出玫瑰来了？玫瑰，德川，老大，你这次回来待几天呀？公司那边忙，待不了几天。小宝最近咋样？挺好的，这次考试啊，考了个全班第三。相亲结果咋样啊？这人还不错。我就说嘛，这老舅妈物色的人啊差不了，那都是老媒人了。这再说了，这还是给自家人找呢。那丫头看上你没？那倒没说，她说她想找一个正经过日子的人。咱家就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呐。我看呀，是对你有意思，赶紧给你舅妈打电话，然后在中间问问，如果这事儿成啊就赶紧定了。这么快就定了？对呀，相中了不定，相亲干啥？老二啊，你都二婚了，你还学么啥？该定就定吧。你们让我考虑考虑。你这还考虑啥呀？啊？
亲。老二，你做噩梦了吧？啊，吓我一跳，赶紧睡吧。喂，连石哥，我是新月啊，吴姐失踪了。什么？吴姐都失踪十多个小时了，哪儿都找不到，我怕她是去找你去了。那个，你们别着急啊，我现在就过去啊。咋了？出啥事儿了？欣然走丢了，我得马上去等城里。欣然丢了？欣然怎么样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呀？不行，我得过去。你孩子，你咋这么一根筋呢？这都几点了，让他们家人自己去找去吧。这再说了，都分利落了，你还搅和啥呀？你这让大巧知道了，人家咋想啊？就是啊。哎，你孩子，你非得去啊？新月，连石哥，你来了。哎，冲啊！连石啊，欣然不见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别着急，别着急，肯定能找到的。我们发了好多告示，还在广播上登了寻人启事，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。这可怎么向他爸交代呀？刘春，刘春，这纸可真好看，可不是嘛，现有多了。也是个赖狗，扶不上墙的完蛋货，就认准那傻娘们了。妈妈，小宝，过来，跟你说啊，以后不许上你奶奶那院，听见了吗？走。好了好了，睡觉睡觉啊，这回我不走了，不走了啊，这回不走了，这回真的不走了，睡吧。连石哥，怎么回事？你妈给我打电话，让我来问问你什么情况。我也不知道啊，他迷迷糊糊跑到一个废旧工地，差点掉进水坑里，幸亏那儿有人把他拉走了，要不然麻烦了。然后那人报了警，他后妈跟他妹妹去接他，他都没反应，直到我去了，他一下起来扑到我怀里就哭。那时候我才知道，我丢不下他了。你说你们。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。
芳草啊，这几天怎么没过来呀？妈知道你心里有气，可这人都领回来了，咱能有啥招啊？他就是放不下那傻子。妈，我告诉你，这人要想办啥事儿，就没有办不成的。这莲是他心里啊，他就不想放。要是真心想放，我就不信放不下。反正我们小宝啊，是不会上你们那院去的，我们都不去了。那傻子，你别过来。芳草啊，你非要整这么绝吗？咱可是一家人呢。妈，我这心里的疙瘩解不开。除非他走，您都不知道这村里人是怎么说咱们呢。我这出门啊，头都抬不起来。晚上打更，白天干点零活，月工资一千，管吃管住，行不？行。喂，新月啊，我跟你姐在建材厂挺好的，你们放心吧。真是辛苦你了，莲师哥。我已经是你姐夫了，你还跟我客气啥？有时间过来看看你姐啊。嗯，放假就过去。喂，你找哪位？我是你姐夫。你找谁呀？打错了吧？张德川呢？你不记得了？张德川，你还活着呀？我以为你死了呢。怎么说话呢？死丫头，你姐呢？你还记得我姐呀？当然记得，叫她接电话。接什么接？你现在已经跟她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知道我对不起她，但是我有我的苦衷，我想跟她好好谈谈，解释一下。没什么好谈的，你知道你把他害得多惨吗？现在你只要跟我姐办了离婚手续就行了。没时间跟你细说吗？我会回来接他的，等我，我会把整个事情解释清楚。慢点啊，不着急。哈
莲石，你们咋来了？咋不提前说一声啊？我们想给你个惊喜。你们就吃这个？哎，我们平时伙食挺好的，都有肉，今天是个例外，这不想清清肠胃吗？你说，你非要出来干嘛呀？进来说，进来说。欣然这段时间挺好的，挺好的，都知道给我擦汗了。哟，林师哥，之前医生怎么说他的病？说是智力受损，只要坚持治疗就有可能好转。可是他爸的案子还没结，家里资产被冻结了，我也没钱，就没办法。他医保呢？有是有，但是前期资金得自己垫付啊。哎呀，这个咋办呢？说我没本事，害苦他了。现在世上像你这么傻的人，就你自己了。他能碰见你，已经够幸运的了。要不然我把肾卖了。卖肾？卖肾是犯法的。再说了，你要是身体不好，你娶一媳妇干嘛呀？那我就把地卖了。卖地？严师傅，你把家里地都卖了，你让老爷老太太跟你喝西北风去。大夫说了，他这个病不能拖，再拖下去可能一辈子都治不好了。要不咱们另辟蹊径？咋个另辟蹊径啊？找找偏方啊。我小的时候，我二舅跟我说过，他们村有一人摔了脑子，就是得了这种病，最后啊，就是偏方给治好的。哎，这个好，偏方还没试过呢。要不，我去跟厂长请个假，咱俩好好研究研究这事儿。行。这事儿都一个多星期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墩子，你说的那个事儿都过去多少年了，靠谱吗？我二舅当时跟我说，他们村那人摔了脑子，和欣然姐就是一个症状。不过现在联系不上人了，咱们只能贴贴告示，碰碰运气了。哎，那你们找吧，啊，可得小心点儿。别让人骗了钱去。喂，喂，我看了你们发的告示，你们要找偏方。哎，对，是我们发的，你有方子吗？我没有，但我知道谁有。谁有啊？这样吧，明中午12点到珲春市医院门前见面，当面说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这事要成了，必有重谢啊。你看，你看，有消息了吧？哎，别是骗子啊，还是小心点儿。哦，对了，连师哥，那个明天我有点事儿，可能不能陪你去了，要不让小涛陪你去吧？行。要偏方的，是。到底谁有偏方啊？
麻烦你让我们看一下。那这事我可不能白忙活。事儿成了，你肯定差不了你的。我们村东头啊，有个老头，他家有这种病偏方，但是这老头脾气特别古怪，一般不会轻易拿出来。他的脾气上来，你给多少钱都没有用。他咋那么怪啊？他就这么个人儿，偏方是真的，人也是真的，能不能拿到就看你们自己本事了。如果你们相信我呢，就先给我2000块钱，我带你们去；如果不相信，那就拉倒吧。你也太黑了吧！就是啊。信不信自己看办。说的都是真的？肯定是真的。这很冒险啊，有可能白花这个钱。我愿意冒这个险。走，我带你们去。看着没，老头就在那儿。我就不进去了，你们进去吧。哎哎哎，为啥？这个老头特别古怪，他要是知道我带人问他要方子，他会骂我的。能不能要到就看你自己的能力了啊。哎，不是，哎哎，不是，哥，他就这么走了？他不能是骗子吧？2000块钱就这么打水漂了？咱们进去看看吧，不能放弃任何机会。你们干啥？大爷，我叫何连石，我们来这儿想求您帮个忙。求我帮忙？我都不认识你。是这样，前段时间我媳妇儿她脑子摔坏了，我听人说您这有偏方。没有。老人家，你说你这没偏方，那估计就是刚刚那人骗了我们。偏方有不给？大爷，我们不白要，我们给钱的。不是钱的事儿，出去，出去。哎，大爷，出来，出来。大爷，大爷。这老头实在太怪了吧，跟个疯子似的。这老头不肯给，肯定是有原因的，只是不知道原因是啥。我怕他是受过刺激什么的。这老头这么倔，我估计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解决的。小邓，你先回去吧，帮我爸妈照顾欣然，我留在这儿想想办法。行，那你小心点。
是打架的地儿。执法人员上场。哎，干嘛呢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看见了吗？你看，我拿着红电门。怎么回事？是不是？你一会儿怎么做生意？就是打架的地方。贺连石曾一度逼迫自己开始新的生活，然而没有了吴欣然的他心如死灰，他压抑着离别的思念，忍受着放手的痛苦。当得知欣然突然失踪的消息时，贺连石再也按捺不住心中对欣然的牵挂。他知道那段相伴相依的日子已经让他彻底爱上了吴欣然，而欣然对他的依赖和信任更是让他难以割舍。贺连石不顾旁人的冷眼相看，他愿意为欣然付出一切。贺连石坚定的爱似乎也开始打动父母的心，大家想到找偏方的办法，如果可以治愈欣然的病，那么贺连石与欣然的感情便能少一道阻碍。他们所找到的这个脾气顽固的老人真的可以帮助贺连石吗？而张德川突然再次出现，贺连石还将面对什么考验？房子是祖传的。大爷，我求求你了，您救救我媳妇儿吧。除非你赔我个儿子，我以后就是您儿子，也是咱爷俩有缘呐。欣然，听懂了，听懂了，听懂了。妈，您先别乐啊，欣然好了，还能跟连石一块过。你，我宝贝女儿嫁到农村去了。欣然啊，真是要带走欣然。我和欣然一起回城。我是你的丈夫，贺连石，不是张德川。张德川，欣然现在和你没有任何关系，听到没有？走。